开的地方是五六七八啊，很简单。首先，我们的一个脚下重心在右边哈，我们先不说脚，脚其实挺简单，先说手吧。手呢绕圈圈，但是呢，蘑菇看了舞台版，看几个版本哈，然后他们整体其实是往外更多一些，往外的。然后你觉得顺，那就往内，其实没什么，反正就是绕圈。然后呢，主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高一点，就不能在这个位置高一点。就是可能在你的下巴这个位置齐平，在这里啊，胳膊抬起来，好，五六，把胳肢窝打开，走，五打，反方向，六打，有个身体的方向哦，好，然后七打的时候，左手叉腰，右手伸出去，五指张开，打的时候收回来，好，八大的时候，耳朵找到肩膀，哎，回到正面，收回来，说说手上动作，哎，五六七走，五打。六打，七打，八打，OK，easy 啊，好，我们再一次，五六七，走，左左右右，伸出去，收回来，收，五指张开，用点力哈，回来，OK，脚下非常的 easy，做胯啊，然后弹两次，弹弹，好，反方向，弹弹换重心，重心先在右边，一。二，身体对到左边，整体的角度不用太开，中间一点就可。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五，打，收回来，七八就不动。脚是踩右收左都可以，反正就跳到中间啊。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手，加上手和脚啊，五六七走，蹦蹦，有一个歪头啊，姐妹，身体转到左边去，头往你的右边歪，然后返回来一样的歪过来，哎。五六七走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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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回来，哒哒，yes，对，轻拍的地方很简单啊。五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打，OK，好，我们继续来学副副歌歌的的第一第一个个八八拍拍啦啦哈。哈，其实手很简单啊，那手势直接手交叉看一下，手交叉，然后呢打开往上撩。手打直，撩到这个位置之后，手呢握拳收回来，然后伸出去，然后继续往下握拳，在你的胯这个位置它就不动了。然后拍子是一二三四打五六，哎，再看一次啊，一二三四打五六。好，我们的脚下看一下，很简单，先跟我们把脚搞清楚，踩左脚。点右脚，踩右脚，点左脚，踩左脚，点右脚，踩右脚，点左脚，然后把身体带上，踩左，点右，身体在左边，踩右，点左，身体在右边，哎，有个身体的幻象。OK，好的，我们现在呢去做一个动作，提胯，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five。and six and seven eight，它会有一点点把胯提起来，然后呢，加上一个身体方向，先从下左下，然后身体过来到右上来一点点，然后再到正上左边，哎，它会有一个穿像一个你现在扒的这个啊，往左边，哎，往右边这样去穿上去的感觉啊，左穿右穿。左穿右穿啊，来，左穿右穿，左穿右穿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加上我们的身体哈，一头低下去，头往左边走，一身体下去一点点哈，踩左脚，二踢胯，好，三换三，四五六七八，慢慢把身体拉起来，做的时候是一打二打三。打四打五六七八走一打二打三打四打好，加我们的有手哈，来，手一二三四打，先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加上我们的身体来，打开头啊，有个头，头先往左边，然后回到正面哦，看一下哈，一来五六七走，一打提胯，二打上来，三。打四打上去，OK，OK，okay, okay, 好，手连起来，五六七走，一打二打三打四打，再一次，五六七八走，一打二打
三打四打，好，五的时候下来，五下来之后收左脚，然后继续往那边穿，哎，继续往那边穿，五六，再来两个，五六别忘记了，现在左脚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往收左脚，继续穿，在原地穿六，出最后脚还是在这边，手连起来，五两七，八头下来，who and who and，OK。第七拍，收左脚，收左脚，收回来，整个胯往前面去顶。好，第八拍的时候，旋，左手撑在这儿，右手摸头，然后呢，我们勾，跳左脚，勾右脚，五六七走，呼，五六七走，呼，yes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八拍，收入慢慢的连一下，五六七走，一搭二搭三搭四。打五打六打七八，yes，这个地方不能断掉，你断掉可能就不好看了啊。特别是这儿要去穿有头的哈，棒哎棒哎，有个头哎，加上就好多了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学第二个八拍。那这儿旋完之后，我们现在重心在左脚，其实右脚是可以动的，那就落右脚哎，把胯给到右边，然后往前走啊。这个地方就很妖娆的走一个胯，把胯送出去，送你的右胯，这种感觉哈，五两七走，右啊，五两七走，一二好，三搭的时候收回来，看一下我们的脚哈，右左五两七走，右左好，踩右脚收回来。OK，然后手的轨迹，山峰，然后交叉打开，然后伸懒腰，撑上去，把手打直，把头露出来，好，七八手放下来，OK，再看一次啊，五两七八走，一二身体往后躺啊，一二三搭四五六七八，OK，再看一次，五。六七八走，一二往下啊，一二好走，三搭四往下蹲一点，也是把这个胯送出去，伸懒腰，四五六这个地方胯送出去之后，哎，用你的腰往旁边倒，倒完之后身体撩起来，有这样一个伸懒腰的感觉啊，就感觉后面有个人推了你一下。这种感觉把你推起来啊，五六七走，who，只是说到侧面去了啊，who，撑上去，OK，然后呢，咱们去转一个圈，好，七八转回来，转个圈，转一个圈圈啊，左右，yes，这是第二个八拍，这个八拍稍微简单一点哈，五六七八走，一二。三搭四往下蹲一点，四五六七的四五六七八，OK，可以吗？是我们的第二八拍，是我们前面两个八拍连起来哈，准备五六七八走，一一二三四五打六打七打八打一二三四打五。六七八二二三搭四五六七八，yes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段副歌哈。然后怎么后面的话视频太长了哈，大家需要完整版的可以私信我们的后台啊。